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，出行方式也呈现多样化。而面对越来越拥堵的路面状况，小型的出行设备便发挥了它极大的机动性能。快轮 EVA 自平衡独轮车是一款时尚、轻便、安全、智能的个人代步工具。椭圆形的外观让它看起来动感十足，色调上黑白搭配，简洁干净也富有层次感。机身上部为携带把手，下部为脚踏板，驱动轮作为动力输出。其轮胎的厚度、触地面积以及胎壁花纹，让它在行进中具有良好的抓地力。EVA 具有前后方向之分，在机身的后部通过一块屏幕来显示相关信息，如电量、放置状态。前部为照明灯屏幕，可以为用户在夜间行进时提供照明。EVA 的整体机身外观设计简约、大方，富有动感，在实际使用中操控性也很灵敏。EVA 在驾驶行进中平稳性极强，最高时速可达18公里每小时，最大载重为120千克，能够适用于大众人群。标准的17度爬坡角度，轮胎尺寸为12寸，102毫米的踏板高度，这些设计让 EVA 在通过不平路面时能够提供流畅的通过性。为防止速度过快时跌倒带来的伤害， EVA 骑行模式分为成人模式和儿童模式。当速度超过14公里每小时，儿童模式为8公里每小时时，踏板前段会缓慢抬起。速度达到18公里每小时，儿童模式为12公里每小时时，踏板抬起角度接近15度。当速度接近上限时，不可以强行前倾身体进行加速，避免跌倒摔伤。手机 APP 可以对骑行模式进行调节，了解相关信息，论坛发帖，建立自己的车友圈子等，让用户随手掌握自己的 EVA。EVA 作为新型代步工具，它具有完美外观的同时，8.8到9.5千克的自身重量也非常便于携带。灵活的机动性能让 EVA 成为年轻一族上班出行的完美搭档，轻松解决交通拥堵状况所带来的烦恼，让出行成为一种愉快的享受。